听说你的剑道舞得不错，比我们日本人还厉害。那时候，我最崇拜的就是蝙蝠侠您了。过奖了，听你叔叔说，你的剑道也很有进步啊。哎，小巫见大巫，你才是大师级的。哎，蝙蝠学长，我想请教一下，这个太极剑跟我们的剑道有什么不同呢？中国的太极剑。 我为什么老是练不好？这么说吧，中国的太极剑和日本的剑道都是功夫，就像你们的柔道、空手道和我们的武术一样，没有高低之分，主要是看练的人。也许有的人练了10年的剑道，还没有练2年的好。哎，怎么，我带这么点东西？ 他们竟然检查这么半天，嗨，特高课办事就是啰嗦。放心吧，蝙蝠市长很快就能见到他。恐怕见面时间也不能太长吧。只有15分钟之内，他确实很忙。规矩我懂。喝茶。啊，好。 老爷心里没底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小岛还没安排他见蝙蝠市长。显然，小岛已经高度戒备了。要是小岛真的不让他见，怎么办？还有什么办法能把最后的行动时间传递出去呢？蝙蝠市长来了，去吧。 我陪您去见蝙蝠市长了。请。可惜呀，我生的是个女儿，对剑道不感兴趣。哦，倒是对舞蹈感兴趣。蝙蝠市长就一个女儿啊？是啊。董事长到，请。 哎，里边请。曹先生，老您大驾，我应该拜访您呢。哎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啊，还望曹先生不要客气。好，曹操，你们慢慢聊吧，我在外面等着。好，那好，好的，肖道局长，请。啊，蝙蝠市长来有什么事儿吗？马姐叫我给你带点吃的和衣服。
哦，怎么样？加入日本国籍的事，他答应再考虑考虑。曹华礼真的这样说？是啊，我明天再来。啊，明天？他叫我把他最喜欢的一件猎装带来，说干活实用。哦，那明天衣服还是要给特高课检查检查。规矩我懂，我走了。啊，我送你了。就看卞副市长能不能带回来什么消息了。派一个汉奸去能行吗？你说什么狗屁话！人家可是提着脑袋去办事儿的。不是说让他去执行任务，而是利用他帮咱们传递信息。说的没错，现在只能利用他了。咱们谁都接近不了变速机厂，我们军统花了大价钱才接触到厂内一个日本客长，可是就连他都得不到一点试验车间的消息。我先回去了，说不定卞副市长这个时候能带回消息来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。只要行动时间一确定，咱们就营救曹华林。好。你别在这忙活了，做饭去吧。哎。卞叔叔。小平啊，东西都带到了。曹先生说带的都是西服，不适合在厂里穿。他要一件褐色猎装。猎装？啊，他说就在他卧室衣橱的左边的地方，一找就能找到。他还说什么了吗？没了。没了？我们整个见面就五分钟时间。怎么了，小平？啊，没事儿。卞叔叔没跟小岛说我跟您的关系吧？没有，我就说你是他家的佣人马姐。那就好。你抓紧时间准备，我明天来拿猎装啊！啊，我走了。哎，您再多坐会儿吧。啊，不了，我呀有应酬，中日联谊活动，我去摆摆样子。哎，你眼力不错呀，他是个人才。卞叔叔，我走了。心仪，你把什么消息都没传出来，就是要一件猎装。曹操，嗯，你看3月8号能完成吗？吃饭，吃饭，不谈工作。3月8号一定完。谢谢曹操。我全部都安排完了，3月8号会不会是卸磨杀驴之日啊？曹省
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怎么处理我？啊，不是，怎么安排我？加入日本国籍怎么样？这个问题我答复过卞副市长，我会考虑考虑。那曹爽对许夏子小姐怎么看？这跟我的安排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 牵扯到安排曹爽的问题。哦，那就是说我要娶夏子，可以万无一失了。可以这样说，我用人格担保，曹爽下辈子会荣华富贵。不见得吧？那万一日本有个好歹呢？那全世界任何地方，随你挑选。只要你跟夏子小姐远走高飞，听着倒挺浪漫的。 应该是很浪漫的。日本要赢了，你不还得继续研究雷电计划吗？我还得在你手下工作，对吧？如果要输了，战败了，流亡了，那我就很难了，对吧？我不想到老落下个客死他乡。曹爽，有一句话，我是不应该讲的。 到时候你背负着汉奸的罪名，你能到哪里去？哎，我是想隐姓埋名。终归，中国是我的祖国。隐姓埋名，那夏子会同意吧？哎，人格有志吗？伤感。 太伤感了，不说这个话题了。来，干！就算是隐姓埋名，也休想甩了我。我跟定你了。没想到曹花里会用这种方式通知咱们，佩服啊！ 像曹花里这样的大知识分子，一旦开动心思，咱们十个都不如他。是，曹先生，真是天生的职业特工。怎么着？你不服啊你？没有啊，他倒是把消息通知我们了。我们怎么告诉他？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了呢。行了，你就别这瞎琢磨了。心仪早就替咱们想好了。是吗？真是虎父无犬女啊。 心仪能明白自己要列庄的意思吗？应该明白。心仪是个思维缜密的孩子，从小就机灵，要不，他怎么会装傻呢？心仪，你看，行吗？行。 你这是要干嘛呀？我想让他明白，我在等着他活着回来吃这一把。我过去了。啊。 卞副市长来了！哎呦，总算赶到了，佣人呐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叫我一定在曹先生午饭前把菜送到。来来来，趁热吃。啊，多面筋。哎，衣服呢？哎，哦，带来了。哎，这儿。就是这件。 曹爽，您那么喜欢这个衣服啊？这个衣服啊，是为我女儿过生日时候买的。哦，心仪特别喜欢。哦，马姐知道我疼女儿，你看这衣服洗多干净啊！你看，哎，挺好看的，啊，是吧？哎，有点皱了，平田，哎，拿去帮曹爽熨一下吧。好的。 哎呀，嗯。
见了独面镜，如同见双亲。他不懂。你们日本人不明白。太好吃了。卞副市长送东西你还不放心吗？还专程过来盯着。没有，卞阿姨，我过来多看看您不行啊？行，当然行，欢迎你常来，我们一起吃个饭多好啊。卞叔叔，送到了吗？啊，举手之劳。太好了，您见着曹华礼了吗？他说了什么？看来啊，他对你还是挺在意的。吃独面筋的时候，差点都掉了眼泪了。看见你给他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，嘿呦，这一顿夸呀。他怎么说的？他夸我了。嗯。曹华礼不是那种人啊。他怎么夸的？您跟我学一学。哎呦，真想听啊。卞叔叔。他就说这衣服是我女儿过生日的时候买的，心仪也最喜欢这件。马姐她知道我对心仪的感情，瞧给我洗的干干净净的。什么？怎么叫马姐了呢？这你还不懂吗？小平啊，想隐瞒自己的身世，怕曹华礼忌讳自己是大家出身。哦。哎，小平啊，该不会是那个曹华礼喜欢上你了吧？怎么会呢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谢谢，谢谢，我先走了，卞叔叔，卞阿姨。哎，吃了饭再走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小平，哎呀，真是的。哎，你有没有看出来这个曹华礼他到底喜不喜欢小平啊？哎呀，现在啊，我倒觉得小平更喜欢曹华礼了。哦。怎么样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线索。会不会有什么缝在里面？根本没有打开的迹象，更谈不上再次缝上。我想还是不要交给曹华礼了，以免发生什么意外。我也有此意。那怎么处理好呢？肖道君，哎呀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哎，这样不好啊，失态了啊。他们做点小事都做不了，把你的衣服给运交了。啊，不就是一件衣服吗？行了行了，回去我再买一件。听见没有？帮董事长买一件新的，一模一样的。等试验完了，我回头买一件。啊，行了，没什么事，我回去了。啊，失态了啊！局长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还记得刚才卞副市长说了什么吗？他只是说衣服带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曹华礼打开包裹，看见列状上的白色手绢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局长问：“曹子，你为什么喜欢这件列装？”曹华礼哈哈大笑起来。曹华礼说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他说：“这件衣服是我女儿过生日的时候买的，心仪啊。”最喜欢这件，马姐呢？知道我对心仪的感情，瞧这件衣服洗的干干净净的。问题就出在这儿，他为什么偏偏挑这件列装？难道说，曹华礼在传递什么信息？我忘了一个大事。3月8号是曹华礼确定的时间，快，查心仪的生日。嗨。
老钟，老钟，怎么样？曹化礼明白了吗？卞副市长说了，曹化礼是这么说的：这是他给女儿过生日的时候买的，也是心仪最喜欢的一件。成了，看来咱们分析的对，曹化礼早就埋下卞副市长这条线了。卞副市长没有引起小岛的怀疑吧？他是去发展曹化礼加入日本国籍，小岛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咱们就可以确定，3月8号上午10点行动。行动一定要隐秘，咱们有100多号人，千万不能让鬼子提前发现。我相信，小岛在3月8号那天，一定会提高戒备。这样，兵分三路，北门由赵刚带领8路军侦察排，在北面偷袭。好。大门由黑子带领军统强攻。是。南门我去。我带着地下党出监队去。嗯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大家分头行动，时间非常紧张，还有1个星期。好，那咱们分头准备吧。嗯。小岛局长，小岛局长，小岛局长，坐吧。现在我宣布，3月3号全场戒严，你们提前准备，3月3号要运送重要物资。小岛局长，为什么要戒严？军部会派人过来取重要物资，你们该准备的就准备，但是我不希望这次戒严影响生产，听清楚了吧？听清楚了。如果有任何人走漏风声，一律军法对待。先准备去吧，还有3天时间。嗨嗨，走吧，去吧。小岛局长，您找我有什么任务？我要求你们的人，每一秒钟都盯紧那两个中国科长，不许打草惊蛇，看看他们跟谁联系。嗨，接触的人抓不抓？等3月3号以后再说。明白。松日先生找我来，不光是喝杯咖啡了吧？这是这位先生给你点的咖啡，请慢用。那是。喝完咖啡，童先生还得付账呢。哼，松日先生太会说笑了，没问题。童先生，不是对我们厂子很感兴趣吗？不是我感兴趣，是有人感兴趣，他愿意花大价钱，要一些变速机厂的事。那跟变速机厂有关的事呢？说来听听。这小岛局长说，军部要来运送一批物资出厂，还戒严了。变速机厂外面的观察哨发现变速机厂内又有异样。什么异样？小鬼子又开进了一个小分队，驻扎进了变速机厂。鬼子驻厂一个中队应该足够了，为什么要增加兵力？处长，处长，处长，我花大价钱得到一个有价值的情报，小岛宣布3月3号变速机厂戒严，小鬼子要运一批重要物资出厂。
要是没有曹先生里应外合，光凭咱们这100多号人去强攻，那简直就是去送死。再说了，咱们这边的准备工作还没完成呢。3月3号还有3天时间呢。我在想，小岛是不是在试探咱们？你看，曹花里刚刚发出了消息，说是3月8号，而小岛却要在3月3号戒严，戒严的目的还是运送雷电计划。小岛是不是在试探咱们对雷电计划的行动？运送设备出来会不会遭埋伏啊？当然，这只是个猜测。最关键的是要马上找到曹华里去证实。这个我来想办法。卞副市长那儿是不能去了，小岛会怀疑的。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找夏子，只要夏子能够见到曹华里，曹华里就一定能想出办法透露出消息来。你负责场内安全。嘿，你负责跟着运送车一直到机场，如遇拦截格杀无论。嘿，到了野外就是咱们的天下，保证敌人有来无回。你在沿途埋伏重兵，配合他们消灭敌人。嗨，小岛局长这招诱敌深入太妙了，这一下子就能看出敌人的目的，而且能够一举歼灭。你不是一直想抓住他们吗？我这次越俎代庖指挥你们了。明白。这次敌人要是受了重创，在真正运输那天，他们一定会投鼠忌器。消灭敌人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工作，为了按时完成计划，至少在3月8号离开之前，我们需要太平。小岛局长，敌人会不会知道我们的行动？我已经封锁了一切消息，连曹华里都不知道。将你准备的狙击手来了吗？嗯，哎，进来。报告长官，特高科狙击手井下前来接收任务。你的任务，小村告诉你了吗？我的任务是24小时盯住曹华里，不许任何人接近他，否则格杀无论。坏了，小岛这是兵不厌诈。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。曹操，你怎么了？哮喘犯了。
你的救命香水呢？用光了，家里还有吗？有，家里有。好，你等着。平田，你在这儿看着。嗨，董事长，您没事吧？在地下室睡觉很潮湿吧？自从上次您把老爸的狗皮褥子拿来之后。 就舒服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这不算什么，只要咱们这一次能够顺顺利利的完成任务，什么都值了。一会儿我去找夏子，在家里要小心呢。嗯。倒是找夏子的事儿，让我挺担心的。你说，夏子会不会答应帮你送香水啊？当然会答应了，就怕小岛不给他面子。也是。 喂，小岛局长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那我马上过去。好，好。小岛叔叔找你有什么事啊？他说你爸爸哮喘病犯了，让我给他送香水。奇怪，我爸他怎么知道我们这么着急想跟他会合呢？ 而且他跟咱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，用送香水传递消息，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呀？那我出去了，你自己一个人要小心。放心吧。哟，马姐出去，我出去一下，很快就回来。 局长，给，来，擦擦，舒服多了。那好，你好好休息。 照顾好曹操，嗨。
小岛根本不让谭丽萍见他。不行，一定要想办法把消息传出去。要是国共两党上了小岛的当，不仅伤亡会很大，还会打乱自己的节奏。更可怕的是，3月8号那天的行动也会失败。曹先生，您好了，准备战火。准备战火。就算咱们国共两党的人员都牺牲了，也绝对不能让小岛的阴谋得逞。是，不成功便成仁。怎么了？监听员又犯了。那要不然我来。战火呀，你也知道，关键的一秒钟。这晚了呢，警毒大，容易折；这个早了呢，软吃不上劲。咱俩合作一秒能行吗？那你手腕疼怎么办？干这几个月，这不是为你干的吗？监听员犯了，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医院监听员就是打针封闭，完了缠点纱布，手更没准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有护腕吗？我马上派人去买。不用了，我使不惯。为什么呢？每只护腕我使惯了也好使，能使上劲。你们那个日本那个剑道的那种护腕那不行，不好使。哎呀，自从袭击珍珠港以来，哪还有美国货？我当时回国的时候走得急，我把这护腕留在家里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带来吗？是啊，我帮你收拾好了，但是来的时候匆忙忘了。哎呀，用了几十年了，那护腕好使啊。哎，可以买旧的吗？委托行会有吧。哎，这主意好，我马上去买。我去买吧，要不然买错了。不用了，我叫他们把所有的美式护腕都买回来。你立刻去一趟委托行，把所有的美式护腕统统买回来。嗨，明白吗？快去，走。虽然情况紧急，但是我们军统还是集结了30多个人，个个战斗经验丰富。我们侦察排也有30多名战士，也都不是吃素的，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。只要能破坏小岛的计划，全部牺牲也值得。对，这也正是我要说的。好，我们现在仔细研究一下明天的行动，包括撤离的路线。跨斗摩托，跨斗摩托，有没有护腕没有？什么东西？就是保护手腕那个，是不是要护腕呢？对。啊，有！哎呀，我们这有好几种护腕呢，请看，这个是美式的吗？一定要美式的吗？对，有急用，我们就要美式的。是什么样的人非得要美式的护腕呢？工程师、